一起发光创会牧师宋一鸣牧师和陈维林师母带领超过50位艺人团队，在圣诞节期巡回举办 Still 我在这里一起发光音乐盛会，11月9日在夏凯纳林良堂正式展开。期待在这动荡的一年，透过敬拜见证，将上帝的平安带到每个人心中。会中艺人诗歌大合唱，更带领众人在敬拜中献上自己，并享受在上帝的自由里。这一次其实办这个音乐巡回步道最重要的目的，就是透过在这些当中，我们不管在心灵软弱，不管是在好像灵里很忧伤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真实的经历神一直一直都与我们同在。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一次想要把透过这一次的这个神如何的医治安慰我们的心，我们也想要把这份爱分享到我们所到之处。我想这是我们最重要要做这些音乐会的原因，所以也透过这一次在台北、新北甚至于台中这3场的音乐巡回的步道会，让人们得着平安。所以我们也在这里呼吁，我们是在11月16号在三峡的北大卓越行道会有2场哦，下午有一场。晚上一场，有一场，对，然后是12月28号在台中东海林良堂，对，欢迎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是上帝的爱，是因为我们没有能力，但是我们的神大有能力，透过音乐来恢复医治，神原来创造我们美好的样式，帮助我们重新站立在神的面前，享受他的恩典和祝福。